共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乡亲的母语，结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大件事》。水莲花，水莲花一蕊一蕊开在水池，风微微吹送水莲花的香味。这款的代志，这款的经历，我不时来想起。不时来想起，想起故乡家里乡大路边的大块，水莲花开得满满是，一蕊一蕊在水池，风吹伊嫩绿的花枝，水鸭一只两只收来收去，阮阿叔踮大窟边。弦啊，嘴唱民谣思乡歌，一直下，一直唱，唱到风点去，唱到日落黄昏时，流浪的日子，在遥远的城市，我常常来想起，这款的风味，这款的景致。一时啊，挡袂牢，目眶红，想要半暝啊，拼回去。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大件事。第145集，欣赏的是台南的黄景莲老师所带来《水莲花》。顺利起，咱邀请吴家芬老师来跟咱分享黄老师这首诗创作的背景甲含义，也佮有即内底重要的台语文用字。黄景莲老师这首诗是伫2005年12月。发表在盐分地带文学的创刊号《水莲花》这首诗，伊也是有去想到伊家己的故乡塔马基。塔马基就是家里吼，家里乡迄个所在啊，伫迄大庙边啊，伊就看到水莲花，啊，伊原来想起着迄个《高兰花》迄首老歌啊，所以水莲花满满是啊，所以互伊一个灵感，伊原来来写出塔马基的《水莲花》啊，所以。除了讲想着讲家己塔马基啊，家己欣遮个水莲花以外吼，伊遮也想着家己个亲人吼，伊个阿叔对阿贤啊，啊，他爱唱思乡歌，总是安尼啦吼。以早诶，查甫人就是安尼吼，思乡歌是安那边思乡歌吼，就是那有大某就想要娶细伊，所以思乡歌，所以就介趣味哦，会安尼想。啊，这首《水莲花》后壁面遮，咱黄老师伊就。少年的时阵哦，伊就离开家己的故乡啊，四界去啊，尤其是去繁华的亚都市台北城咧拍拼啊。迄阵伊若想到故乡，就想到故乡一切，想到家己的亲人，啊，想到只水莲花啊。所以伫想到这个景致的时阵，真正你若伫思念故乡，真正想想想，目眶都红啊，想要半暝啊，你也想哦，伊讲一时啊挡袂牢，目眶红，迄就是咱思念故乡一个。心情你那多，人讲啊那整个情绪都满了啊！你迄情绪已经到遐，你迄时阵就真正讲，我进来先随便登去，唔知要外好咧。啊，不过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你虽然足想思念故乡，足想家己的爸爸妈妈，不过你这时阵为着家己的前途，你嘛是爱忍耐，所以干那会使写这首诗来思念故乡的景致啊。所以这首《水莲花》伫欣赏。
水莲花的景致啊，嘛来体会到黄老师伊伫外口拍拼，伊迄个思念故乡的心情。啊，伫遮内底有写一个词吼，软弱，软弱吼，咱那是叫人民，即卖足侪人甲读做软弱，吼、哦，软弱。啊，事实上，你伫教育部的书店内底，你查伊也是甲你做软弱，软弱哈。啊，咱只要讲是讲，咱知迄水莲花吼，伊迄个花枝伊开单蕊嘛，爱花枝其实是足软弱的。啊，你软弱，你迄个感觉啊，软弱的感觉都无同款啊。所以，咱也是读作全部拢是白话音，读软弱，迄、那个感受是感觉起较好。啊，你写都是一样是软弱那两个字哈。啊，收来收去的收，收水的收，就是三点水啊边啊一个球哈，啊咧、啊、三点水旁边一个球，国语也是念球啊，国语也是念球，所以收来收去啊，收水的收的用这字。啊，过来就是咱真侪人吼，迄、那个点起的点，点睛的点，咱卖去哦一挂新闻报纸哈，然后会写啥？点点，你给我点点，啊，咱爱写较正确的字，其实这是点，意思就好哦，以竖心旁哈，啊，迄、那个喙字的字伫边哈，所以是竖心旁，舌头的舌。啊，那个字念恬静的恬，你想嘛，我们如果把它用那个字义来讲，那个恬静的恬，点点啊听，点睛，那个意象是不感觉起就好，所以点，咱都是用这個，这是恬静的恬，来去读作点，点睛。一时啊，挡袂牢，目眶红。这把抠的抠的是咱写一抠两抠的抠哈啊，就是法姑的那个姑，那个字念姑啊，抠智慧，那得用这字啊，一抠两抠，这类人较大抠，那么咱用这字。冻未调啊，冻未调，咱时常嘛看到咱报纸啦，还是新闻广告啦，字拢给你用迄个冷冻的冻。啊，人未调哈，或是冻未调吼啊，鸟尾啊，这冻未调冻就是冻爱冻。挡住了的挡啊，啊，你家动袂掉诶，袂就用连袂的袂啊，那个字啊，掉动袂掉啊，这里爱个连好掉，就是那个牢固的牢啊，所以这是掉，就是牢固的牢，所以动袂掉三字，动就是动爱动，袂就是连袂还是袂啊，掉就是牢固的牢。水莲花一蕊一蕊开伫水边，风微微吹送水莲花的香味。这款的代志，这款的景致，我不时来想起。上日起，咱邀请花草植物专家关秀萍小姐为咱来介绍水莲花的特色。水莲花，伊即内面所讲的即个水莲花，伫个嘉义即个所在种的即个水莲花，应该是叫做睡莲啊。但是咱有解释过荷花，哎，就是莲花加睡莲伊的差别伫个倒吼。即、這个莲花伊就是一般咱讲的荷花啊，其实伊是同一种的植物，只是讲。荷花甲莲花，伊所指的部分是无同款的。荷花就是讲伊的叶啊，莲花就是伊的果实，所以讲就是咱讲的莲子啦吼。但是莲花甲这个睡莲，咱今仔日要讲的这个水莲花，伊都无同啊。因虽然拢是同款是睡莲科，但是莲花伊的新皮是离开的啊，但是呢，这个睡莲伊就无同款，伊是心甲皮是合作伙的，所以讲咱一般咱所看到的，敢若讲，荷花伊就是较大型的水生植物，所以讲一般咱会有莲藕，但是这个睡莲伊是无莲藕的，啊，而且伊嘛无莲子，因是完全无同款的。啊，
荷花吼，伊那是冷气，就是讲伊迄个花，那花瓣那去要落去的时阵吼，伊就是会有一个冷薄。咱讲的吼，咱即马所讲的是荷花，就是莲花。这个物件伊那是花瓣落去的时阵，就剩咧这个莲薄。咱一般讲像莲蓬头安呢。吼、哦，啊，内面就有这个籽，叫做莲籽。哦，咱爱知影，这叫做莲花。啊，咱这内面讲的这个睡莲，伊就无这个物件。睡莲花一蕊一蕊，开伫水池，风微微，吹上睡莲花的香味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，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黄景莲老师写诗，王家芬老师讲解，关秀斌小姐介绍回唱曲目，张梦克电台制作，江苏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然后一天再继续空中再会。